这耳朵都睡着了。他的歌声真是太好听了，虽然在那个小的 club 里面，但是我觉得他很优秀。他这次我觉得也爆裂了自己。除了他没有那么大的舞台之外，几乎完美的一个表演。怎么？这怎么做的？走了吗？哎，快回来！我的音快回来！走远了吗？